Life Goes On 是什么梗？该梗出自一只外网的小鸭子，因为步伐和背景变化很有节奏感，就被很多外网博主用来玩音乐卡点。直到他遇到了这首 Life Goes On， 一下子就产生了化学反应。因为这段重复的拿捏声让人感觉十分魔性洗脑，于是被许多网友玩梗，并产生了很多二创作品。